继续来画图喽。那先把所有相关的档案都关掉了，要重新打开的是我现在给你们的这一个档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，因为你们可能有人是下载到桌面，有人下载到下载里，所以我就直接打开。好，针对没有，十一、十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，所以无所谓。好，我只是说，我下载下来，它是一个压缩档。压缩档当然就要进行什么？解压缩，所以我解一下压缩，输入密码。确定，就这么简单，可以吗？就是解压缩至此。那如果你没办法解压缩的话，就请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哦。好，我解压缩之后，它会放在我所有档案的最。好，其实刚刚我们介绍到的内容是最左边那一排都介绍完了，所以我们要介绍中间那一排。这个进口资料分析，为了我们上课方便呢，就是麻烦请你，因为每一张图我都希望你会画，所以。麻烦请用滑鼠右键，滑鼠右键，然后复制这个页面，可以吗？复制页面就是做出一模一样的页面，复制页面。好，所以请把它拉回来，拉回来。就是按住它拖曳回来，没有啦。其实本来应该是没有这一页，没有这些。我只是说，为了我们上课方便，所以干脆先把所有的答案都先给你们。好了，那这张图 delete，因为这是你要学的。这一张图 delete。这一张图 delete，反正就是右边的这些全部都是要删掉就对了。因为右边我们都还没有讲哦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啦。早上我们是不是只有讲到这边？